在家吗？啊，老师啊，你别以为是我们不让他读书啊。虽然我们家境不富裕，可是凭我这把老骨头，也照样能供他念书啊。你们把地址给我，我今天，我明天一早就去找他。好，好，好，我去找，我去找。这孩子不念书怎么行呢？ 这孩子命苦，在他1岁的时候，他爸爸就扔下我们走了。老师，您一定要让他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就毁了。您放心，这是我的职责。老师啊，这是他自己留下的地址，您看看。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送回学校。啊，好，谢谢老师。谢谢。回来了。 这是什么呀？睡衣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件新睡衣吗？这个啊，又结实又保暖。哎，穿上试试。我不要，这个太难看了。这家里穿怕什么？又怎么了？你们他去吧。哎，哎，我是为他好哎，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缝睡衣哎。哪来那么多毛巾呀？ 就是这个地方，啊，王博，在这儿呢。哎，陈局长，哎，您从社会发展局调到房地产局了？哎，你以为我社会发展局就只管教育啊？像这么大的工程，不但我得管，就连你普校长也不能袖手旁观呢。行，只要是不违反学校的有关规定。 我惠州院校全马之劳，就看你顾不顾全大局了。一切要有沪东新区发展为中心啊。走，我带你去先看看去。宁要沪西一张床，不要沪东一间房，这话您听说过吗？现在听起来这话挺可笑。是啊，今年沪东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啊，达到67.41亿元，增加了18%。 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呢，达到6.7%，拉动 GDP 上升1.1%。您一大早把我叫过来，不就是为了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儿子吗？用不着给我罗列这么多数据。您倒爽快，明白就好。我可以跟你说，不但是这一个，那还有几个呢。我一个都不要。我希望你顾全大局，这是事关沪东开发的大事。您不用给我扣帽子。 这是不正之风，和沪东建设没有关系。不正之风，
您说我为了某种个人利益和您蒲校长在搞不增之风？个人利益我想还不至于，不过您在运用手里边的权力，强迫我违反学生录取工作的有关规定。哈哈哈哈，溥仪正啊，教育改革的点子你是一个接着一个，过去的规定您还少违反了吗？去年你就……我那是在打破旧有的不合理的制度，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对。 干嘛？你谁呀？干什么？你哪来的？你跟我走。你有毛病啊！你等什么乱？我是他的老师，我要带他回学校。走。没学校，更没有老师。你自己看。 过奖了，老胡，把帽子戴上。我看你这人，一天到晚满脑子就是你那个教改。我想上海市长该想的事儿有什么用？哼，我看你啊，快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了。您不用拐着弯骂我。想说什么您就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投资这个词吗？投资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要投入资金。你知不知道这个投资对普通开发的重要性吗？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具备哪几点关键因素吗？就是，男人要有挣钱的地方，女人要有休闲的地方，孩子要有上学的地方。人家千里迢迢来到这投资，带着家人准备大干一场，可是孩子来了没地儿上学，最起码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人家能安心干好他的事业吗？您等等，您这么一说，好像我错了。 不对，什么不对？这不是一个学生两个学生的问题，这是我们沪东教育要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那您让我怎么办？我当着全校老师的面郑重其事宣布的，这倒好，让我把话咽回去，让我带头收后门学生。那我不管，反正这些学生你是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可教育局那边只给我那么多名额。教育局那边你自己想办法去。 作为沪东新区议员，你必须为新区分这个忧啊！您是我的好领导。好了好了，快去洗洗脸，换衣服，跟我走吧。没时间了，校长还等着见你呢。啊，快点！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你别捣乱行不行？ 你还是不准备去上学是吧？对，我有工作。好，不打扰你了。你很懂事，你是我见过的孩子中最懂事的一个。你的妈妈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欣慰的。你的外婆也需要你现在出来赚钱。 他们不希望看见你有进大学的一天。不是的，与其费那么大劲儿，不如现在来的简单直接。只要能体现孝心，无论付出多大努力，越简单越好。好好珍惜你那个发明奖吧，那将是你这一生获得的最高荣誉了。以后不会再有。不可能。
你不换，你胡说！我胡说，是我，咱们换衣服啊！不可能，我以后还能获奖。只要你走回课堂，一定会的。 你们班有些同学啊，数学课表现不好，特别是那个戴俊，哎，他没有一堂课认真听。啊，我找他谈谈。还有，我呀，总在怀疑他这个作业的真实性，平时不听讲，哎，这作业没有一道是错的。你说这可能吗？我下面还有课，咱们找时间再谈啊。哎，陈老师，您给我说说，我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挺好的。 上课也没人说话，都能够集中精力听讲，作业完成的也不错。盛老师，哎，您还什么不放心的呢？我是正想跟您讨教一下。怎么？盛老师，哎，我说这个学生听话主要是您呢教导有方啊。惠老师啊，我说如果你们班的学生啊让盛老师带，肯定也能出模样。不信你试试。看真的，刘老师，对啊，盛老师，您有什么高招也教教我们啊？ 我也有什么高招啊，就是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呗。盛老师啊，你们班啊是我见过的学生中，哎呀，学习积极性最高的了啊。他们啊主动要求加课，也是多么强的求知欲呀！啊，昨天是他们提出要加课的。是啊。哎，你看看，要我们班的学生啊听说教师补课，就跟杀了他们似的。 真是没法比。所以啊，我打算今天放学后呢，再给他们加两节课。啊，盛老师，哎，今天我给你们五班加课呀。不行，不行，不行，昨天我进账给他了，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哎，不对吧？昨天明明是我让给你的，怎么说成你让给我了呢？昨天不是你让学生带话给我，说你得加课吗？是啊，那是我早就安排好了的呀。后来我到五班一看，你正在讲课。 那就说明你不同意，那我只好走了。不对呀，学生一说完，我马上就放了呀。我去的时候你还讲得津津乐道呢。哎，等等等等等，你们昨天谁都没加课呀？哎，我讲了不到20分钟我就放了呀。反正我去的时候你还在讲课，要不然我怎么能走呢？这里边有问题。啊。焦老师，你再跟我说的具体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行啊。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我下课后呢，是李海威同学吗？你怎么认识我？唐老师带来的学生肯定就是校发明家厉害。快叫胡校长。胡校长好。喜欢到东方来上学。 我挺喜欢这校门的，其他的没什么感觉。校门好，学校里边更好。我允许你考虑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咱们再谈。你还得把你的发明叫出来，好吧？好吧。曹老师，戴德到高一五班盛老师那儿，就说我说的，让他跟他们班上来。哎，哎，校长，待会儿我想跟您谈谈。我在办公室。好嘞。 给，你们昨天晚上都干什么去了？看电视啊！我从晚上8点一直看到10点半，连晚间新闻都看了。是吗？你呢？我看书来着，终于把撒哈拉沙漠给看完了，用了我一个月的时间呀。那还不得谢谢我？要不是我机智勇敢，你能看完吗？要谢还得谢人家王力行呢。方圆，你昨天晚上干嘛了？ 睡觉啊，我喜欢作业9点钟就躺下了，那么浪费大好时光啊！该睡的时候不睡，能想睡啊，我就睡不成了。什么意思啊？来呀！
这是学校处分条例。你们对对号。好像落线了。王立行。我是什么主意啊？蒙骗老师，集体逃课。我不知道。夏娜呢？丁雅娟。不是我，我不知道。方圆，你是班干部，你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哥们义气，姐们和气，团结起来对付老师。今天放学以后，谁都不许走。按照处分条例，每个人给自己写一个处理意见。谁挑头的，最好自己站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向学校申请集体处分。我盛鸿培不怕丢这个人。老师好。好。哎，您是盛老师。校长让我送一个学生到你们班。干什么？上课呀。这是校长刚收下的学生。你这家长。我不是家长。你不是家长，你是谁啊？我，反正您现在得把他留下，这是校长的意思。不可能。真的，老师，你们还是回去吧，别影响我们这儿的正常教学。你们怎么不相信呀？真的是校长让我们来的。你别再闹了，像你这样的家长我见多了，想让孩子上学也犯不着招摇撞骗呢。我招摇撞骗？好，李海威，走，他不收你，我再给你找一个班。哎哎哎，你等等。你是哪个单位的？啊，我是校长。走，跟我上保卫科去。上保卫科？走，干什么呀？你也可以跟我一块去。老师，我真是校长让来的。我才不信。你走，你怎么不信呢？就这么多人是吧？中午吧，我让秘书通知他们。哟，您找谁呀？我怎么了？哦，你是不是看我这头呢？头型挺酷。那是墨西哥啊。墨西哥啊？那可不。我看着像赛鸡冠。赛什么鸡冠？小贝知不知道？小贝是谁？小贝，贝克汉姆啊。哦哦，贝，是踢足球那个。啊，多出名啊他！是是是，是不是？这都不这是他那头。那可不啊。干嘛？嗨嗨，别碰啊！500多块做的。是吗？啊，就为了这学校见这校长。哦。是吗？哎，这可够硬的。那是哎，那贝克汉姆在球场上顶球的时候，这么一顶还不把球顶飞了？嗨，老外了不是？啊，这他用头干嘛呀？小贝脚法纯熟，脚法好，他用什么脑袋呀？不过这学习肯定得用脑袋。嗨，跟你不对路，你是不是找校长啊？哎，你说。如果我这个校长也留这么一头，那肯定领着我这帮学生。哎，校长，不是我，我不知道，这我这不知道。你坐，我觉得你坐这挺自然的。不是不是，你看我这，其实我坐我爸这个老板椅，他习惯了，你知道吗？要不那到我这儿，你应该坐哪儿啊？我应该坐这儿，肯定坐这儿，坐这儿。哎，我这个校长当的真是悲哀啊！啊，居然自己的学生都不认识我。我这不是第一天当您的学生吗？你这么客气干嘛？啊？你要喝自己倒啊。好，是。你姓杨是吧？
对，我叫杨征，我爸让我问您好呢。你爸爸也真够着急的，早晨我刚同意你进校，你现在就过来了。啊，这我爸说了，这时间它就是金钱。不过现在有点问题。您是不是碰见什么难事儿了？嗯，真的难。难啊！那您跟我说呀，我保证都替您把他们摆平了。你那么大本事、啊？那是，就这么跟您说吧，就算这阳春面，它卖到100块钱一碗，我也照样能风风光光的还这辈子。这话是谁说的呀？我爸。看来你爸爸对你影响真的很大。那是，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其实这个问题出在你身上。我怎么了？你还是回去吧。不是，校长，校长，您听我说啊，我都来这3个月了，真的，我该吃的也吃了，该玩的也玩了，我就等着上您这上课来了，校长。可是，按照本校校规，你这个样子还是进不了课堂啊。那，咱把它弄平了行不行？你看平吗？平了行不行？这平不了，平不了。哎，你看这样行了吧？这样行了吧？这样行吗？跟我来。哎，好。这下可惨了。哎，怎么办啊？我可不想受处分。慌什么？主意是我出的，事儿是我干的，跟你没关系。你干什么去啊？我找盛老师自首去。你别去。王立行，你别去，别去了。去，你要是一个人担下来，非挨处分不可。没关系，本来这学上的就没滋没味的，正好。要去要去，算我一个。也算我一个。对，反正我们都有份儿。大家都有份儿，要去啊，我们一起去。对，一起去。对，要去一起去。你们幼稚不幼稚啊？开始是自作聪明，出了事儿又惊慌失措，到现在呢又要搞什么法不责众，你们哪点像个高中生啊？方圆，现在可不是把自己摘干净的时候吧？我开始没反对过吗？我说了，可你们大家都不听啊！你这叫事后诸葛亮，你哪头都占理。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呢？我们没错，我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年轻时代都在课本里度过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同龄人那样尽情的玩？就因为我们选择了考大学这条路吗？那你们这些话为什么不能向老师说呢？为什么不能选择一条正确的对话途径来解决问题呢？现在去还来得及，只要把咱们的道理讲清楚了，学校是不会硬给处分的。我可没这个胆量。谁有？断了吧，让我去和盛老师评理，还不如杀了我。杀了我也不去。那我去。跟他说也没用，肯定挨骂，何苦啊？就是，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了，意志品质了，我都知道他有什么词儿等着你呢。我不找他。那你找谁？我找校长。我找校长。真的没骗您，我才不信。您应该相信我。校长，校长，校长，这个学生是你同意让他进校的吗？怎么了？盛老师把我们当成骗子了。海威，这就是你的班主任，叫盛老师。没骗您吧？盛老师好，这是李海威同学，刚刚获得法国列兵国际发明大奖，作为特长生破格录取的。怎么您不要？您不要，别的班肯定要。哎，我要，我要。这还一位的，也安排到您班上。叫盛老师，盛老师，他也是得什么奖吧？对啊，他也得不少奖啊。对对对，校长，哎，你这可是违反劳动法啊！怎么了？其他班里只有45个同学，到我这儿可是超负荷了。干脆我把这些特殊人才都归到您班上，要违反就违反您一个人得了。我刚才还在犹豫呢，我真的以为是校长开后门收的学生。
可后来一想不对呀，校长总不能打破自己定的规矩吧？是，我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曹秘书，干脆你帮帮盛老师，先带这两位同学到宿舍安顿下来。杨东的姨妈还在门口等着呢。另外，通知一下这些老师，中午我在食堂请他们吃饭。好，中午校长还请老师吃饭啊？这些老师都是加班加点为同学补课的，我为了他们。行，哎，校长，我找您还有事儿呢。你的事儿忙完了再说。啊，二位，跟我走吧。哎，盛老师，小胖子，你得的什么奖啊？我啊，就那什么呀，电脑，对，电脑。啊，电脑。行，那我们快点收拾啊。哎，再见，盛老师。再见。老师，他们是哪班的？高一五班的。又是高一五的。你们得注意卫生啊，还得注意那个作息时间。哦，对了，出去的时候呢，兜里的钱呢可得注意着点啊。雅哲，你第一次离开家啊，自己当心点。就这儿。谢谢老师。这是我给你带的牙膏、香皂、牙刷、开毛巾，放在哪儿？用新的吗？旧的还能用吗？该当抹布用了，都脏成这样了。给。郎大爷。哎。郎大爷，您找我。你是方圆吧？嗯。这屋里啊有你的东西和信，去取吧。好，谢谢您。哎，不用。就睡这儿吧。哎。哎。这么硬，怎么睡啊？我不住这儿，跟监狱似的。听话，你爸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先凑合几天，回去我跟他慢慢说。哟，这孩子，哎，谢谢你啊，我帮您吧。哎，谢谢。这都是新买的。哎，这孩子啊，汗脚，每天得换一双鞋。这还有袜子和衣服啊，也得每天换，让你见笑了。爱干净，好。曹老师，我先出去了。你去吧。哟，您是老师啊？怎么能麻烦您呢？没关系，没关系，有你这么好的老师啊，我就放心了。哦，这还有箱苹果，你得督促他每天吃。啊，这还有药，还有 CD。您想的可真周到，孩子还小嘛。郎大爷，哎，谢谢您了。好，又给我带了这么多东西。那位是你妈吧？嗯，她总担心我在这吃不好住不好，缺食多余。郎大爷，你怎么把这么小的鸽子带出来了？嗨。让母鸽子喂它两口就行了，整天窝在个棚里干什么呀？其实啊，是多余。哦，郎大爷，郎老师，您这养鸽子挺有门道啊。哈，这怎么着？这学问可大了。哎，在这儿伺候鸽子啊，那就跟当班主任啊，不，跟当校长差不离呀。啊。那我得管您叫郎校长了。别，你还是叫我郎老师吧。那郎老师啊，什么时候把教学大纲给我透透啊？嗨，我这个教学大纲啊，可不轻易给别人传授哦。小鸽子，你看看这乖吧。九号。
老师讲话。感谢领导跟各位专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这个奖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太重了。其实呢，我只是用一个年轻人的思维重新的组织了一下我所教授的语文课的教材来讲给学生们听罢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再也不能用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逻辑来给他们上课了，而应该用一种跳跃式的一元一次方程的逻辑来给他们授课。比如说你问一个学生一加一等于几，他很可能会不屑地告诉你，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告诉他，哎，同学，请你马上告诉我，1.25+0.75等于多少？他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二。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种脱口而出和这种积极思维的方式。小王，小王。校长，哎呀，常老师，你怎么在啊？好，今晚我值班。你看看电视坏了。哦，我来看看。哎，你别看了，你现在马上帮我去查一下。嗯。浙江第三套节目7:45的节目内容。7:45。哎。哎，校长，查什么呢？就是一个31岁的特级教师，叫林童，好像是林童。哎，好好。快啊！啊。怎么又是你们这几个？我跟你们说啊，事不过三，别让我再看见了啊！我们下次一定注意。去吧。方圆，你现在就去啊？你的意思是等下午你们写好给自己的处分决定了，我再去？校长现在肯定在食堂吃饭呢，等他吃完了再说吧。来不及了，等盛老师来就什么也干不成。对，校长不给处分，盛老师他也没办法。校长进食堂了。盛老师在不在？我再去看看。怎么办啊？走。哎，食堂在哪儿啊？带我一块儿去。
那我今天回家肯定得被夫人骂。怎么了？入不敷出了。我想一会儿我刷卡。校长，恐怕你掏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怎么的？刚才外面好几个老师听说您请我们吃饭，他们羡慕得不得了，说下个月也要加班。校长，校长，这太不公平了。我们体育教研组的老师可都有意见，他们都能加课，我们怎么办？我正找你们有事儿。坐坐坐坐。本来呢，应该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吃饭，可时间太仓促，改日我补上。校长，没得必要，加班补课是我们的分内事，没必要再请了。就是是是，咱们只能以汤代酒，各位老师加班辛苦，谢谢校长。谢谢。校长，跟中心哪里的人应该差不多吧？哎，别害怕了，尽力而为吧。回去吧，校长正请参加补课的老师吃饭呢，他这边就别指望了。哎，走啊，我请大家吃饭。这下连最后的希望都没了，我去试试。校长肯定不会支持我们的。你这样不适得其反吗？算了，挨处分就挨处分吧，我不怕。哎，你们说的什么呀？什么校长处分？吃个饭至于吗？哎，你们怎么都不进来啊？我们学校能有在座的各位不计报酬、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老师，是我溥仪州的福分。校长。校长。各位老师，我能打扰一下吗？原来是你，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高一五班的，我叫方圆。哎，我说同学，老师们在吃饭，你以为上您班，待会儿再来。我，丁老师，你是不是要谈杨征同学的事情？我对校长请客有意见。好。这位同学以为我们用公款在这里大吃大喝呢。同学，你放心，今天是校长自己掏腰包。哎，对，就是。我是觉得校长请客的对象有问题。方圆同学，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这些老师来吃饭吗？因为老师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主动为同学们加课，还经常工作到6点钟以后。他们培养你们很辛苦。可我觉得，在这个学校里最辛苦的，并不只有他们。还有，谁？如果有的话，校长会不会也请客？当然。君无戏言。哎，你等等。你要反悔吗？怎么才叫辛苦呢？总得有衡量标准吧。如果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几乎没有属于自己时间的，算不算辛苦？算，而且是非常辛苦。好，校长的话你听到了？啊，听到了。你给我作证。行。走。哎，校长再见。看来我今天要破产了。真有这样的人，早该评劳模了。校长，您放心，要是有那么十个八个的老师这么玩命的工作，您高兴还来不及呢。恐怕不是老师，那你是谁啊？来，咱们谈正事。同意了吗？还给不给处分呢？我没问处分的事儿。哎，你怎么这么问呢？别怪他了，他也尽力了。杨征，快点！哎，你干嘛去？我告诉你们大家哈，今天校长要请客。啊？我想以后呢，各位老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拿出点时间陪陪自己的家人，要不就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自己。啊，没关系啊，胡校长，我们能坚持。对，能坚持，这是规定。从今以后，任何人不能再在正课之外加课。校长，我们都是自愿的，奖金就不要了。是，就不要了。如果你们非要加课，那我就扣你们的奖金。
这是蒲校长体谅我们大家，他老师们累坏了身体啊，我能理解。